你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蛋挞皮吗？还有呢？苹果吧。嗯。苹果是放了糖水煮的，是吧？对。你知道为什么苹果有那个颜色吗？那个罐头里面的水。蓝莓。蓝莓。 加入蛋米出来一块，就这个样子。什么蛋的味道？可以，挺好吃的。我没有加入那个，我没有加肉桂粉，我没有加肉桂粉，因为你不喜欢。嗯。
就是健康看起来好像是喜欢吃，有点像喜欢吃，有点点像肉，因为像那个鱼，那个鱼叫什么？像鱼，也像鱼，是不是？嗯。好漂亮，真的。嗯哼。